因为呢，在现实世界里头，肯定有好多人修行比我们要好的，出家的法子，在家的同修，肯定是有的。那我们能不能遇到呢？我们的周边的人有没有比我们又好的，比我们又精进的，比我们又努力的？也会有。那么这些比我们精进努力成就比较高的人，比较有经验的人，他的经验恰恰可以来帮助自己。比如说一个小学生，他在读书的时候一道数学题解不出来，那他只有他同学就可以帮助他，因为他的同学成绩比较好，他这道数学又如何来解答，他知道，他就可以帮助。也就是同学之间的问题恰恰都是比较相似的，比较雷同的，最能够受益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很忽略这一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找一个非常高练非常高练的人来指导自己，就犹如自己是一个小学的程度，那么自己要找一个大学教授来指导，那也不可能说我们自己有那种条件。第一个呢，真正有的话，你这个课也可能听不懂啊，也只是的指导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因为我们什么问题他才会赶得暂时是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本身我们问题也很粗重，问题就很大，那么他要对这个问题，他只能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有用的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夫不断在长进，我们内心的状态不断在改变，内心越来越微细，越来越清明啊，越来越细腻，越来越敏感，智慧慈悲越来越强，智力越来越具足，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感得更加好的更加高的善知识对我们的指导，这是肯定的。佛法都是讲因缘的，佛法都是讲因果的。现代净土宗的高僧印光大师讲，自出世间之智，不出因果二事，自性因果、出自性因果，都是因果。那佛法整个都是谈因果，那有因必有果。它有因的时候，才能够同外在的缘去结合。如果我们没有因，共有缘，它产生不了果。那我们有因，就会感到果，容易记住。我们学佛法的人，我们有这种需求心，对法有一种需求，就能够感到外在的善知识同情当善有的缘。换一个角度来讲，其他的同情善有，其他更聚练的善知识，在弘法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不断不断的来凝聚相应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人跟法就相应的啊。那么这点的相应，更是在自己学修过程当中的更加具体的更加切身的一种引导跟指导，而不是说
我们在理论上面一个很高深的一种研究和探讨。那接着的话是另外的一个范畴，另外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个范畴这个领域仅仅是对教理的了解而已，它不是真正在信仰方面培养，在人的行事方面指导，在经验方面的传递啊。那么在经验方面的传递必须要有实际的经验，必须要有实际的境界，也就是真正的过来的人。因为过来的人他才知道说这个路往哪里走，这个路会通到什么地方，怎么样会赶什么果，怎么样还需要怎么远，才能够更清楚。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掉到水里头去，在水里头啊，我们如果紧紧抓住一根稻草，虽然稻草抓住了，我们也是不会有救的。我们掉到河里头，我们抱着石头一样也是不能得救，因为你这个石头也好，你这个草也好，它依然还在水里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上岸呢？如何才能够真正得救呢？啊，这样的话只有靠船啊，我们要爬上船上面去才有办法得救啊。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的拯救，我们不会游泳溺水，其他人会游泳，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就能够把我们救到岸边去。那这个意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具体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引导和作用，那么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佛法，拥有了佛法，但是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些佛法就不起作用，起烦恼的时候就佛法不起作用。那如果我们是团结战友，大家一起修行恩功的时候，那么你的因缘团大家比较好，有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帮助，大家都能够劝勉你指导你啊，就不会被水淹死了，不会出大错。那么由此可见，团结战友善知识对我们修行佛法的重要性。修行佛法如果比较上路的话，那在里边的那种宁静、安全、自在、和解、快乐，常常都是会拥有的。它所散发出来也是这样子的一些氛围和气息，那么这些氛围和气息又能够引起和感染第二个人、周边的人以及同我们有相关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断也会受到熏陶，也会得到佛法的利益跟快乐，慢慢慢慢我们自己内心也就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强，越来越健康，积极向上。所以佛法不是见位求啊，见位求都是不对的，见位攀缘都是不对的。如果老认为说这个问题是别人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内在里面有情绪都是不对的，内在里面有情结那更是不对的，内在里面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常固定的一种看法，就是一种执着，
你有了这个看法以后，你怎么办？你怎么来化解自己内在里边的这种看法？因为外在的境界也会在变，这个人今天这样子，明天又不等就这样子。那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也可能把他看得很好很好，非常的完满，也可能把他看得很差很差，非常的糟糕啊。那么他今天的好，今天这件事做得好，他仅仅代表这一件事，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你不了解，也有可能好的，也有可能不好。反过来说，另外一个不好的人，他也可能你看到了他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有好多好的事情你没有看到，你把他忽略掉。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对某一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就给他判断为他是好人，或者说他是坏人，这个本身是不对的。所有的人都在算账，好跟坏就是善跟恶，因为你造了善业，他你看这个果报就好；他造了恶业，你看到果报就不好。所以你外在的行为的结果都是业感。那他为什么会造善恶呢？就是内心跟佛法相应不相应。内心跟佛法相应，他所有的业就是清净，结果就是清净。如果跟无明烦恼相应，他造作的业就是染污，结果也就是染污。对方染污的时候，业不清净的时候，甚至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去帮助的时候，我们去引导的时候，我们去着力的时候，我们去应付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不仅仅说啊，我们一定要有很多很好很好的境界，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境界，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佛法是不是不灵验呢？我们学了这么久，怎么还会看到遇到这些事情呢？看不惯看不顺的事情呢？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往上走一个层次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在学校里面上学，你一年级到二年级，你要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你才能够升一个级。那在佛法里面，你要升一个级是更加不容易，它是内心里边的一个实际的功夫，不等于说你学了一年你就升了一级，也不是那么一回事的。如果没有真正去发心、去用功、去努力，也可能你会留级，也有可能你学十年还是一年级。啊，因为世间上面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它在本质上面，如果根据佛法的标准来判断的话，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佛法里面所谈到的善。善恶这个善，它就是要让我们对终极目标建立信心。那么世间上面很多的善，它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有局限性的、局部的，并且就是受很多条件因素左右影响的。也就是这种行为，或者这行为的结果，它是根据环境、根据条件来决定的。一旦这些条件、这些环境离开了、缺乏了，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善的行为。那么世间上面的善，因为都是先对的，
所以就不是就近的。可能对某一件来讲是善的，但是对另外一部分来讲也有可能就变成恶的。那么佛法对善恶的概念就不是这样子界定的，他善恶的是跟自己的苦跟乐连接在一起，跟自己内心自在不自在连接在一起，内心安乐不安乐连接在一起。大家在诸会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啊，最后呢常常听到不少人说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呢？如果根据佛法来讲，好人肯定有好报，那根据世间法来讲，好人就不一定有好报。为什么呢？因为你世间上面的善它是有漏善，所以有漏善它对某一部分人有好，对某一部分人不一定说有好，有好处。所以就是好人不一定说有好报，但如果根据佛法来讲，他好人就有好报。因为佛法是从你自己的起心动念来加重，那世间上面它是根据你行为的结果来判断。那么行为的结果来判断，它不一定就那么公平那么公正，它有时候是公平的，有时候也有不公平。那么当不公平的时候，不公正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自己这种单位里边社会对自己不公，这常常会发生的。因为你公平跟公正在社会上面，在世俗社会上面，它绝对是先对的，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先对公正，先对公平啊。更何况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做好人做好事，人家就不能求回报，不能带有条件。如果我们去做一件好事还有带有条件，我们求要有回报，那做什么好事呢？因为我们的动机不纯正，我们附加很多的条件进去，并且都是在世间有漏善有局限的善这里边打转打滚，这样子的话自己居然也做了很多的好事情，而往往结果自己不是很满意的。那佛法就不完全如此了。佛法它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从内心上面开始去追求人间究竟的目标，圆满的善法。当一个人能够体验到世间上面种种的成就，名誉、地位、财富、魅力，所有的这一切不是作为自己生存的目标，不足以引起自己的兴趣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对佛法的信心才能够培养起来。如果我们一个方面对世间上面的人所认为种种的成就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执着，一方面说我们要对佛法很有信心，一方面又说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也就是我们要把世间上面的成就作为追逐的目标，又要把佛法上面的成就作为追求的目标，又要把佛法和世间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你想在世间上面也要有成就，想佛法上面也要有成就，这怎么有可能呢？那如果有可能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出家？你就一边当国一边成佛，那会更好啊。那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成佛你就不能当国王，你当国王你就很难。在刚国你要去理政，理政你要你管理国家，他要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你的企业，他有他一套管理的办法啊。他的跟这个成佛从内心解决问题不一样，你要去理事，你要来做事，
你去处理问题，它是根据外在的一些实际的这状况去处理，它不能从内心是很难的。也就是你从内心的境界跟外界的境界要把它圆满统一起来，就非常不容易。那么尤其你在世俗社会上面有一官半职，有职务，你要根据职务来处理这些，而不是根据你本人来处理这些啊。那么你这个职务本身又会受到很多职务的因缘作用啊，很多情况下都是无能为力的啊，不是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